大家好，今天为大家介绍这个他马新出的 Quickset Hi Hat Clutch， 那它就是一个快塞的锁头。那我们这边这样压下去，那拔起来就可以把毛毡拿起来，然后就可以装在铜拔的 top， 然后毛毡再塞回去。是的，然后再把这个 Hi Hat 这个部分塞回去。OK， 好，这样子就可以用了，我们就可以很轻松的把它装在这个上面。后来使用我们的 Hi Hat， OK， 这就是他马新出的 Quickset Hi Hat Clutch。